名字？你昨天跟谁一起去？叫什么名字？还有一个男生吗？对吧？那我们局6月3日20:30，受理医院通报，有民众遭殴打，受伤就医。经了解，为林姓被害人与吴姓患者，双方因有租赁汽车之债务纠纷，原本就产生不愉快。吴姓即与共犯将被害人殴打之后，行抢被害人身上之现金新台币13万元。讯问后，依强盗罪嫌，已经开给地检署侦办。